好，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北展剧场观看北京德云社开箱专场演出。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演出呢，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首先，请您欣赏相声《写春联》，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心里边非常激动。是啊，啊，这个开箱的头一场节目，没错，我们给您表演。对，这也是刚过完年啊，现在也是在春节当中吧？哎，没过十五都算年。啊、对，大伙儿也是现在是抱着这种这个喜庆的心态，高兴来到那儿听相声。是，我们小哥俩也没别的啊。首先在新年里，简单的祝愿各位一下，哦、新年身体健康，嗯、万事如意，哎、吉时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丰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生财生利生贵子，子孝孙贤代代荣，荣华富贵年年有，有财有势有前程。嗯，孩子小也不会说话，这都一套一套的了。就是您各位多多的担待啊，尤其您来这么多人，嗯，我们心里明白什么呀？不是看我们来的，那看谁呀？郭德纲啊。不是，咱说这话好好说行吗？对不对？啊、瞧人家呢。哦，郭老师，那是我师傅。嗯，郭德纲那是大腕儿。对，对不对？您来这么多人捧人，应该的。是，这人为什么我们呢？就是给您一个熟悉剧场啊，看看这个环境啊。哦，对不对？让您呢找座位。嗯，完马上我师傅就上来。对，别着急。当然了，好，老话说得好，什么呀？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哎，说的好坏您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您最起码认识一下。简单的先做个自我的介绍。太好了，这我叫张鹤伦。嗯，这位叫张鹤伦的搭档，我们两个人从合作到现在已经很久很久，就是郎郎而构。您别说了啊，英文都出来了都没我的名字。你叫什么叫什么？郎鹤炎呢？哎，别骂街啊。哎，我这名字是骂街呀。这叫什么？郎鹤炎。知道是你。知道您不说。我是一种啊羡慕嫉妒恨的心理。我怎么您还嫉妒我？名气比我大。谈不上。行话说也叫腕儿。哎呀，没事。腕儿。也大腕儿。啊，腕儿。是。大腕儿。我是狗是吗？哎，不许美化自己。好。哎，我这吃的亏呢，这是有名气呀、啊，有名气不是动物。各位，您现在上网啊，百度、哦、谷歌、搜狗都有他。对，您等会儿，搜狗都有我网站呢、啊，搜索的网站。您说搜索引擎？对，到里边一搜，郎鹤炎，我的名字。网上有视频，有图片。哎，现在有了，但是这两天可能因为春节的原因呢，扫黄屏蔽了。对。不对，但是不要紧，您等会儿，晚上还有机会。哎、哪儿啊？啊，不像话！怎么了？我的视频扫黄的屏蔽了，漏点了。我哪儿漏点了？那把头露出来了。我把哪个头露出来了？嗯，你猜？对吗？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看你的猥琐的表情。我猥琐？我哪儿露？脑袋把头，脑袋上没穿衣服，脑袋没穿衣服叫露点呢？对，那个形象 啊，形象，网络上有人觉得啊，那个形象不好，但是有人觉得好。对呀，长了一个娃娃脸。哎，各位瞧着吗？娃娃脸，今年快30了。哎，对，长的小脸，是用英文来讲叫什么叫卡哇伊。不是，你这英文是跟法语老师学的是吗？那是日语。对对，日语。哎，卡哇伊。哟西。不是，你有日本血统啊？日本人有我血统。混你造出一个民族来？我身体还行。你不错呀、啊、你这个。感谢国家。真好，你说身体不错确实。那个在某些方面吧啊，人家这个英语啊叫什么呢？叫什么呀？ Baby face。
哦，这娃娃脸，对不对？嗯 ，baby face。嚯，你看这 face 多 baby， 对不对 ？baby face， 怎么 ？baby 是中文 ，face 才英语。你觉悟了？我觉悟，你就快绝乎了，知道吗？我这不夸您呢吗？您夸我，您说好话行吗？三句哈哈，两句乐嘛。啊，因为什么呢？我呀，因为没有什么文化，不太会说话。哦，可不像别人，人家出口成章。是啊，赞美人家的词儿啊，一套一套，我没有。啊，不瞒您各位说，怎么呢？我没有什么文化，也没上过什么学。您什么学历啊？学历就小本。嗯，什么叫小本？小学本科。小学还有本科呢？就是。就是在上学的期间嘛，完老师呢就是不小心怎么着就把我送到了家里边，后来就不让我去了。您那叫劝退啊？也有这么说的，哎，就是都这么说。上小学时都不爱学习啊，天天玩哦，没有什么干，每天就吃喝嫖赌，很乏味。那时候我说您那儿，您上小学就嫖了，那不乏味了？说错了啊，每天就吃喝赌都不干。就嫖，不，你这身体够好的，就是吃吃喝喝哦，玩呗，嗯，上课也不听讲，嗯，这点得说是老师，老师要负主要责任，这跟老师有什么关系？我那时候六岁啊，一年级呀，哦，坐那儿，在我同桌也是一个六岁，一个小女生，同桌怎么了？放一个女生在我旁边，啊，我能有心思学习吗？您净想什么了，对不对？好，尤其呀，长得也好看，嗯，小女孩圆圆的脸蛋，粉粉嫩嫩，细长眉毛，大眼睛，小白牙，哦，可以说是眉黛春山，秋水剪瞳，眉梢眼角说不尽的万种骚情，骚情啊，风情，顶多是风情，走起路来是雨打荷叶，风摆芭蕉一般，长得这是又狗狗又丢丢。什么词儿啊？这都是我没法形容啊！您这词儿就不少了。看着看着啊，就有一种想用我的双唇去触碰他脸颊的感觉。流氓不分早晚。当然了，后来是欲望战胜了理智，这不就亲上了吗？不小心啊！啊！我说老师那写的什么呀？啊！您这个借口太水了。就是，他当时哭了。啊，你亲了我，嗯，你得对我负责任。你们俩真同桌。我说你别闹了，咱俩不是两三岁小孩，这也不大啊。给我告老师去了啊！给我告老师，哎，老师他亲了我。还好老师是明白人哦，一句话，没事没事，孩子没事，他不亲了你吗？嗯，不能怀孕。哎啊，你们这老师都缺心眼儿的。老师把我叫过来了，张鹤伦，过来。我说，孩子，你看。平常挺可爱的哦，长得白白净净的，还聪明，怎么这么的？听老师的啊，往后就别来了，嗯，再来我他妈就弄死你，赐你十个大字，有他妈多远滚他妈多远。我说老师你等会儿，有他妈多远滚他妈多远，真是十个，告辞。嗨，讲义气的，哎，就讲义气。对了，当我走出学校，我就发现这个学校就不是什么好学校。怎么了？这学校门口啊有一个雕像啊，这手呢托着几本书，这手举着只鸽子。哦，他告诉你了什么？读书顶着鸟用。哇，咱明白人呢。哦，您这就是读书就顶个鸟用。对呀，那自由女神像呢？怎么？读书就得自焚。人是告诉你停电也得上课，真的。嗨。你是幼本那种，你学历跟我差不了少许。这弱智方面我真不如您啊。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不上学怎么办？就很次吗？那您呢？自学成才呀。回家自学。那当然了，现在来说什么叫学庸论孟哦，五经四书呵都瞧。你瞧瞧，现在不敢说是学富五车，可以说是满腹经纶。哎，我跟你说，您胃还不好。怎么胃不好？满腹经纶呢，胃经纶了都。经纶文章啊！啊，您把那字儿说准了。三国，哦，水浒、西游、红楼梦，嚯，四大名著啊，都看过吧？哎呦，对不对？最熟悉的《西游记》。哦，《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环节，不知道各位记得不记得？什么环节？我熟悉，我喜欢那个，就是那个女儿国。啊，你也就喜欢这种情节。对对，因为我是男的，跟你不一样。
那哪有这么一句啊？喜欢呢啊！那国王女的对，看上唐僧了。哦，是，玉帝哥哥，留下来好吗？啊，有这环节。唐僧得道高僧，嗯，阿弥陀佛，佛祖会知道的。这不就是心里乐意吗？这，玉帝哥哥留下来吧，还唱了一首歌吗？唱歌啊。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留下来吧，还问呢，就一宿啊。唐僧要不是得到高僧、哎、阿弥陀佛，那就来吧。喂，您等会儿，我给你办他了。您等会儿，您看的那不是西游记，这什么呀？您看那是金瓶梅。谁说的啊？这不花和尚吗？这是那时候这猪八戒冲进来了，来吧，嗨、哎，把老猪也试试。您等会儿要看看正版的、啊、咱都瞧过呀。哦，各种书籍，好好，对不对？现在来说，你对我来说，哪个叫吟诗，哪个叫作对，都行。嚯，这有能耐呀。各位，我最喜欢就是吟诗。是吗？那当然得。哎，吟诗，哎，哪位要有我做的吟诗吟，我当场拜他为云师。干嘛呢？汗脚知道吗？我这是脚啊。干嘛你？不是干嘛，您说的这太脏了知道吗？什么怎么就脏了、啊，吟诗，您这什么呀？这都是他听错了啊！吟一吟诗，说话说快，这不还是吟诗吗？吟一吟，吟一吟，你还一吟？吟一吟，吟一吟，中间有个一，吟一吟诗，两回也不行啊！吟哪个？哪个吟呢？哪个？你说哪个？哪个？哪个？三点水，就这个。这个是错误的，我问你说的哪个？口字边一个今天的今，哪个？吟荡的啊，吟唱的意思，朗诵、朗读，哦，知道吗？是是是，经常在家里边啊。生在江南地面，流落塞北幽州，是指望金盏配玉瓯，不料想拿我胡诌，内有红娘陪伴。外有锦被蒙头，宽衣解带任君游，好俊一身白肉。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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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骨子里就是个臭流氓，你知道吗？何出此言？您这还不叫吟诗吗？啊，哪就吟诗了？一身白肉，宽衣解带，大胖娘们都出来了。你不是，你等会儿，这里有误会。哪儿有误会、啊、谁告诉你哪儿是大胖娘们、啊、您说的就是这个。我说的是粽子诗。这里怎么还有粽子？粽子诗哪儿有这个？句句有讲，你说说我听听。生在江南地面，说的是江米，那是南方的，流落塞北幽州，北方也有。施指望金盏配玉瓯，本来想酿酒来着，不料想拿我胡诌，结果包了粽子，内有红娘陪伴，说这是枣，外有锦被蒙头，粽子皮，宽衣解带润肩油，你得包开了吃。好俊一身白肉，哪有大胖娘们儿？龌龊，臭流氓，下三滥！我说各位看看谁下三滥，这是。典型臭流氓，你知道吗？我哪知道，感情您说这是粽子。对呀、啊、吟诗啊、哦、是对联，提笔就写。嚯，那当然了，写对子您也行。到过年不用说买去。是吗？自个儿家贴的，我自个儿写的。哎呀，怎么写的？上联：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成群。横批是天上人间。那怎么没有那么高造诣，知道吗？不是您的偶像是西门庆是怎么的？
怎么着西门庆怎么净写这个对联啊啊对联写对子你能行吗那当然都自个儿写都自己写对了瞧瞧什么来一副即兴发挥玩活着能耐还手艺的手艺的哎呦啊哟起来你这外国流氓吗是不是行行行简单您别美怎么着那这样、啊、这也是大过年的、啊、我给您出个题目您能写副对子吗你要出个题目我来一回、啊、come on come on、啊、来不是咱是写对子不是打架啊我听听你说吧那我就出个简单的啊看看您给这个摊煎饼的写副对子你死过吗这我这么大学问这么大能力给摊煎饼的写对联怎么了啊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不是这不是看看您能耐吗我一世英名毁于你手哦您还有英名呢得回没有、嗯、没有说他干嘛呀少来这一套你干嘛这是、啊、不是看看您学问您管的是什么再说这摊煎饼的我贴哪儿写完贴煎饼上再咬一嘴沫、啊、那不是糟践煎饼还是的您甭管贴哪儿哪怕踩小点贴玻璃框子上的看看您的学问您能不能写那当然能写了您写您说呀写有地方贴是吧啊那就没问题我听听来一副啊嗯听咱上联啊上联撑圆面稀刮开大什么意思这你看撑是圆的啊老姐们那撑嗯面稀面是稀的刮开大快一勺放在上面拿那个专业工具啊这么一刮不是您每刮干嘛还往后吞呢甩身上啊你知道吗那让出来你让出来但是后面不能有东西啊你知道否则疼我以为您怕甩后边的呢好像你这刮开大哦撑圆面稀刮开大对了下联呢葱多酱少卷上长这怎么讲啊多个葱提味少个酱怕咸喽卷上是长的哦对不对哦是是撑多酱少卷上长横批越吃越短哎多新鲜的啊都越吃越短越吃越短来来来哎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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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那后边都穿刺了我说没有越吃越长的有啊你回忆回忆越吃越长对什么呀贪吃蛇嗨贪吃蛇你说吃小苹果长一块吃个小草莓长一块到来吃多了胀肚完死了人家、哎、是胀肚吗您说这是手机游戏对对越吃越长您这横批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有就不错了是吗画龙点睛啊就这还点睛呢那当然了那我可接着给您出题了我听听公厕哎您给公共厕所写副对子你肠胃不好吧谁呀、啊、刚一套煎饼这就出来了又咱这都不挨着什么这刚吃完就公厕了您管我肠胃呢我出这题目您能写吗公厕对人那有我瞧见过有对联往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横批冲 啊您那是对联吗怎么着你没瞧见过吗、啊、当然了我说的是男厕哎，废话你可能女厕所我也没去过那你应该看见过呀往前一小步、哎、行了那是文明标语让您写对子有内容有内涵的有内容的对就是我来一副哎没问题来一副啊我听听听的啊上联上联进门来呲牙咧嘴什么意思憋的呀难受啊怎么哦都有人的呢对这好嘛行行行这就是憋的了对了下联呢出户去展眼舒眉这怎么讲呢拉爽了这都是行为艺术你看对不对痛快了哦痛快了横批先拉后擦、哎、还是废话怎么还是废话都先拉后擦那先擦后拉的还废纸呢知道吗废纸对就得先擦后拉哎你要是那个先擦后拉确实废纸废裤衩哎废秋裤是废水龙头哎水龙头您得冲啊得冲啊哦我以为您上那蹭呢这行行行了您甭说了我跟你说各位您瞧瞧这哪像个有文化的刚才都说了小学没念完就轰出来了我呀难为难为他
今天给亲爱的观众们写副对子，咱主要听他这横批，这横批要不像话，各位，您砍椅子我都不管啊！哎，我说老师，嗯，您呢？您今天这个对子还真好，用你夸，哎，我用你，您这样，您今天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写副对子，没问题呀、啊。能行吗？给观众写对了，那是我的荣幸。太好了，怪不得。当然了、啊，由于时间原因，我师傅马上就得上来、嗯，所以说我这个横批就省了。哎，好好好，别介、啊，别介呀、啊！怎么了？听就听您这横批、啊，都听啊，点睛之笔啊！就时间的原因，已经不行，我们就听横批，就听，对不对，各位？来一副啊，听咱的啊，听的上联，嗯嗯，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下联。听我们说相声，敞笑开怀。横批：多福多寿，多福多寿。这回怎么这么好啊？我怕挨揍。好吧，实话都说出来了。对了，行行行，那对点。哎，那就这样啊。你给自己写副对子。自己？嗯，早就有啊。有吗？那当然了。我听听。哎，上联啊，生得一身。书生意气，我的天哪！啊，下联，学得满腹经纶文章。哎呦我去！横批，大众情人。哎呀，人见人爱，车见车载。您这是车见车怼啊！我看他们能遇到哪儿去？花见花开，我就这样咋的吧？怎么这遇上碰瓷儿的了？不是怎么？不是您到自己怎么就这么好啊？那当然我对联嘛，我写的嘛。行行行，那打铁趁热，给我来副对了。给你来副。对对，你不能怎么了？你有什么对联？你对联这个字让你就给糟践了。哎，哪儿我就糟践对联了？给你写一副。写我。行，那有我有好事。大脑积水，小脑萎缩，横批弱智一个。不是，这还有鼓掌的呢，是吗？这是觉得形象。哎，太形象了。照您这么说，我2012就算到了。不是，您得写我好事儿啊。有你好事儿？我过了正月结婚。你别闹，这冷笑话吧。哎，你结婚不是我结婚就那么悲催吗？哪有哪个男的能看上你啊？对对啊，我没有那么重口味啊。啊，我结婚过正月我就结婚，娶媳妇儿给我写好了，写好了不摆你，请你吃饭。结婚？对。好家伙，这哪个女的不开眼呢？是、哎。甭管那个啊，就来一副，我听听怎么样？行嘞。啊，那我给你写副对联啊。嗯，听咱这上联啊。嗯嗯，亲朋贺喜百余位。这是咱的人缘，亲朋好友来道喜来了。嗯、下联，下联啊，嗯，新娘携子两三人，那还带着孩子呢。横批好啊啊，进门当爹，去你的吧。